之前遇到那很像马来貘的，好像是剑心像哎、欸。哦，剑心像。我这边有像鞍可以坐说。所以我们可以坐在他身上了。可以骑他，对啊。你已经学了。对啊，像鞍我学了。哦、他那个恐龙也是做那个吗？还是有恐龙鞍？好像每一种恐龙的鞍都不一样哎、欸。对，每一种不同。哇，也不一定每一种啊，但是有很多的不同，所以要看。哦。怎么像好像没有多余的？光是让三角恐龙能够对啊，驯服就要一阵子。哇，做一个木质平台要80个木材哎、欸，木头哎、欸，这么多啊？对啊。反正我觉得材料就是尽量先多挖，反正有仓库在了，石头啊、碎石啊、木头啊、茅草啊都可以去弄。木头会腐烂吗？不会，不会。人家腐烂系统这么 easy， 顶多十分钟坏一个。木材腐烂就变成腐烂的木头。腐烂的木头是要干嘛？冻香菇。有人这么快解答出来了。我把木质平台放在外面哦。好，这个之后就把这个放在上面，要放那个死掉的证明。好，没问题。摸成这样，哎、欸，你刚才说那个什么剑齿像是不是？还是什么像？剑心像。剑心像。剑心像，鬼鬼你在他旁边是不是？对啊，这里有一个火把，嗯。哦，还蛮像猪的哎、欸，好像是不是就是猪，或是哪一个动物？鼻子很像猪，但是又有象牙。啊、它是那个象，大象的原型。是哦，鼻子短短的。对啊，它以后过了几千万年之后，鼻子就越来越长。然后之后会说谎。每天都在说服自己，我其实很瘦，我很瘦，我会跳，我会跳。我记得大象好像没有什么膝盖，它跳不起来。它跳不起来，大象是没办法跳的。所以只要等在家里等一阵子，那些东西都会自动过来。十九等。你们有很多黑色莓果吗？我看一下，我身上有八个，七个，赶快放在箱子里。七个。那个，他快醒了，我要赶快再做药。好，放到箱子里哈，放到吃的。好。狂奔，狂奔！是的。哎、欸，弯错了，没事。哇，生肉都放在这边，你等它腐烂了是不是？没错，没错。我现在需要大量腐烂肉。便放进去哦。便不用。不要鄙弃它吗？啊，腐烂的肉。哎、欸，放不下哎、欸，三个放不下。哇！哇，这个血量是茅草的十倍耶，超坚固的。这个很难做，材料超多，80个木材啊，超多的。我再去砍一个好了，两个平台应该就可以放得下三个箱子了。加油，木材，加油！然后把再去砍，我把木头也放里面。哎呦，我升级了。你木头有几个？50个。那应该够了。再来砍。那个其实是要放我们死亡证明的。就当作放死亡证明跟自己的杂物啊。墓碑。死亡证明。三角恐龙醒了。醒了。我回来他就已经醒了。真假的。再把他敲晕是不是？那我们失败，驯服失败。不会吧，应该在敲晕就可以了吧。驯服值吧，还在不在？对啊，应该还在吧。我们哪里啊，过来。跑去哪了？在我旁边。可是要石头，要石头。我有。他没这么多石头欸。我有50个。就地取材。他在哪里？海边同个地方。好。可是他的血量不是不高吗？对啊，我们会不会把他敲死啊？要打哦。快点晕！撞我啊！我普通弹弓坏掉了。我也是，一发就坏。哦，来追我了！我只剩3发石头哎！快点晕！快点晕！求求你晕下来！哇，一不注意他就这样了。对啊，我才刚带着麻醉药过来。好远！
我没有那个了。呜、哦，又要被顶了！快逃，快逃！没有石头了。我来，我来了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他要倒下来了吗？还没。等一下他就死了。呜、哦哦哦，好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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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喂，靠你了，靠你了！丢！我来追我，还敢追我？我没有死。快跑！我没体力了，我没体力了。你在丢？哎、欸，有晕了，晕了，晕了。哎、欸，不是他死了，他是死了，哇，死掉了，宣告失败，天哪、啊，宣告失败，浪费那么多，让他养好久，啊，可恶，可恶，可恶，好啦，我觉得我们之后要收集很多麻醉药，才有办法，哇，真的，一不注意就起来了，好惨哦，怎么办？还是我们去收我们那只大象？现在够吗？够啊，不够啊！我们的这些够啊，我们的黑色莓果不够。对啊，等之后收集更多再来。宣告失败，宣告失败，没有顾着就失败了。哎、欸，我刚刚看他原本昏迷还有大概80吧，我才赶快回来做，结果一回去他就醒了。应该先等他吃的。做太久了。四个麻醉药就在这里。太可惜了啊！话说我们要不要准备休息了？在宣告失败之下，好啊！等一下我做完了，悲伤的难过，哦，难过，真的。等他好久了，说，等他超久了，一个多小时。喂，哇哦，自己选箱子吗？自己认养，自己认养，然后命名。然后命名，放我们的植入标本。谁命名？植入标本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一个标本是不是要放在身上？对，对，对啊。哎、欸，可是之前标本我都扔了。你不是被植入在身上吗？你为什么可以扔掉？有身上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另一个扔掉啊。所以我有三个在里面。我两个。你都扔掉了，你竟然没有留下你的死亡证明？我扔掉一个啦。我要打这个武秋风英勇证明。英勇。没关系。这个我死的有一次是替鬼鬼而死，就那次就不算了。什么？是猿人那一次？欸，腐烂的肉还会再腐烂呢、欸？是什么东西？再腐烂是什么？就是会消失掉。这也太复杂了、啊，这个世界。所以这个是谁的箱子？中间是我的。鬼鬼的证明。左边是巧克力，欸，巧克力的标本。武秋风英勇证明。嘘嘘什么？你看我多英勇。英勇证明，烂死了！啊，好了，休息啦，休息啦。今天玩超久的、啊以后这个系列呢，我们应该是就是会不定期每个人自己上来玩嘛。有可能会有时候约个时间一起玩。对，有可能我跟巧克力，或我跟鬼鬼，或是鬼鬼跟巧克力两个人上来玩，这样都不一定，孤单一个人都有可能，都有可能。对。我们先到这边咯，各自游玩我们的 AR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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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方舟神方舟景蛙，说不定你们上线之后我的英勇证明就满了，就满了，有可能哦。现在是三个，我要好好记得。好了，先截图了。好，拜拜大家，拜拜，再会喽，大家拜拜。对啊，好久，录太久了。我看你们离开，我离开啦，我离开了。就那个身上的东西可以捡走，哎，好酷哦！什么东西？我身上就东西就放在地上哦。对啊，你离开那个画面，它就是倒在地上啊，瘫软。对，瘫软。不是应该就是在房间里面再登出啊？我已经直接登出了、欸。我怕在野外会被攻击之类的。
玩一下伺服器，我也可能先关啊。之后你们要录再跟我讲一下。帮你把我们尸体拖进屋子里面。我要准备来拖。所以我们登出就死了、哦？没有死，就只是那个灵魂就不在了。哎、欸，鬼鬼又登回来是不是？然后想说跑到屋子里好了。对啊，你又站起来了。灵魂就站起来了。我看一下什么情况。我也进去看一下，这么有趣哦，超好笑的、啊。可是你现在，我要等你登进来，看到你站起来，软掉啊！还不能拖东西，还不能拖。可是好像可以攻击，悄悄的，怎么就可以把人家打死就对了？所以睡觉要找安全的地方睡。对，我觉得其实我们这附近其实还蛮安全的，都没有什么主动怪，除非你主动去挑衅别人，拉怪还蛮多的。哎、欸，我登进去好久，看你再慢一点，可能就死掉了。小哥一直拿木棒来敲你的尸体、欸，木棒给的晕眩值好高哦！不要再戳了，不要再戳了，他现在晕眩值是200，哇！他、啊、一进来就是晕的。木棒不一定比那个弹弓还晕呢、欸。刚刚最后应该用木棒来打三角恐龙。对啊。哇，你也太久了吧！我就还在跑啊，不知道为什么要跑这么久，太夸张了吧！你可不可以直接把我拖到家里就好了？我们没办法拖你。是哦。嗯。那你们可以先下线哦，我先等一下。嗯，拖哎、欸，可以啊，可以拖啊。哎、欸，你怎么拖的？啊，是不是要空手才可以？按一啊。哎、欸，我刚刚拿木棒哎、欸。嗯，我有加入吗？在下载中喽。你还没有站，还没有站起来。哦哦、啊，你怎么拖的、啊？因为我包包太重了，拖不动。我来见证你站起来的时候好了。可是你刚刚不是可以拖？对啊。只有东西太多，逼了，吸吸吸了，低了、哦。先把东西。他那个档案有多少啊？我不知道。低五了，11000了。拖？哎、欸，你又可以拖了、欸。拖。你按什么按键吗？就按一啊。按一，可是按一我没有拖的选择、欸。真的、哦？哎、欸，我右边可以按耶。拖。我站起来了，不要再拖我啦，我被你晕眩了啦。而且我在哪里啊？你站起来了吗？把他拖进去。我在哪里啊？我晕眩了啦，而且拖进来很重哎、欸。拖进床里面，拖，哎、欸，拖到床上，你陷到床下面了。有，我现在画面一片黑暗。在打吗？而且我血剩一半而已。我快笑死了。我站起来了。站起来吗？卡住了。我快笑死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还没看到你站起来，我根本没看到你站起来，而且你双眼在哪里啊？双眼无神，你现在在家里啊？睁开眼睛啊，秋风，把你拖到家里来。我看到的是我在地下的草、欸，哎，地下草，人陷下去了。秋风，我陷下去了。我强迫你吃白色莓果。哦，你出来了，起來了秋风站起来了。我站起来了，好感动哦！好感动，那一刻怎么可以这么的好笑啊？好了，我在家里啊。啊，而且我真的快死了，我真的快死了。把门关起来，怎么关门？啊 ，close。一啊，没有。我要趴在地上。趴在地上。我刚刚敲你敲到升级了。还有这样，我好像也升级了、欸，真的假的？我被你敲一敲升级了，夸张。好了，我要离开了。好呀，我就为了看我被你敲昏。